轮，撇，竖画在撇的中间偏下，竖要用垂漏竖。撇，捺笔向右下方斜行笔。撇短捺长，你们看一下，下面这部分尽量往上靠，左上方靠。横不要写得太长。横遮钩，高低要有错位，横画竖，这个竖与竖的间距啊，几边相等，把右边留出空间，右撇，竖画在撇的中间偏下，竖画要用垂漏竖，中间这个竖可以写短也可以写长。要垂直，不要写粗。右边这个撇要高起笔，横在撇的中间偏下，捺笔对，捺笔向右下方伸展，这要宽窄对比，上面空间小，下面空间大点。竖画它的长短都差不多，下面底部，所以上面高低要错位。不要写太宽太大，撇要直一点，长一点，横比较多，我们把它间距写得紧一点，不要写太开太大。口要宽扁，下面这部分，所以看一下。竖画向右下方斜的，横折钩横稍微细一点，提按向左下方斜行笔，勾上去，竖画要垂直，向左，然后带一下，然后压下去。提上去，点，对，高低要错位，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宽窄，所以这个要宽一点。上，竖画要短。这两个竖画稍微有点错位，提右部这个口要在耳字这个下边一点，口倒梯形，上宽下窄，
横拖住这个竖板，空间留出来，横，再要短一点，竖法在中间要垂直，这个横就比上面的横长，这样比较稳一点。这个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下面的间距也是一样，这个变成提，有粗到细。